大家好，我是瓜牛哥。走，我们继续啊，刷。这一个对手可以打他，也打得比较快啊，加46，只要加46分，我们就打他就行了啊。首先出来的是一个暗黑欧布啊，暗黑欧布很强，不是他秒我，就是我秒他啊。先一个溜球丢起，完了，他把我秒了。哎，不对，我把他秒了，反秒，朋友们。这个英雄也很恐怖，我们躲一波。好的，丢一个四技能，现在是无敌状态。他在回血啊，他的大招是回血，我们再丢一个溜溜球，控制一波，能不能控制住？好的，我们先把节的之爪拿出来，丢一个二段，赶紧的。好的，秒掉了啊，非常舒服。来开个大，啊不对，说错了啊，开个四技能，开个四技能，赶紧丢一个三技能，好的给。好的，我们的叫什么来着？豪勇杰德任务已经完成了，他干掉了两个啊，干掉了两个。他这个雷杰多还是有点猛的啊，朋友们。来呀，洗袜子一起洗呀！雷杰多真的不好缠在竞技场里，无敌技能比较多，闪避比较高，不好打，控制技能也多。哇，他这是要把我的雷杰多给反杀了吗？你是要反杀我吗，朋友？洗袜子来啦，洗袜子。真的不好缠呐，这个对手。哇，他要把我反杀了。耶，不要紧，我们还有辣，我们还有杀手锏吉尔贝利亚啊，差点被他反杀了，我的天。那么这一期视频我们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的观看，支持瓜牛哥帮忙多多点赞哦，下一期视频我们再见，拜拜。